我们可以进行亲身实践或者是亲身示范，给他们一些视觉的提示。一旦患者做对了，达到了好的嗓音，我们就逐渐减少提示。One way to improve vocal fold adduction and thus loudness is using isometric exercises. 其中一个提高响度的练习就是进行静立或者是等张练习。